是你来吧，你就是你打不着我，我这一哥就发你了。那你来吧，我出来就发你，是不是？那出来就是马，就感觉是马。不是，你这样发，这样击倒我们，是不是？这样一样，我不乱动一样啊，还跟那个道理一样，我没乱动啊。你说刚才你感觉能出去，不是要哎？对了，哎，对了。你等你来这儿，你就想推下去啊？那就没有，这才有的时候这发的，就会这个、一个会这个不论动，一个会发。啊，就是我接手，我不想发了，我就感觉我能干这，能发吗？这些对了，完全正确。你要会这个，你就会了。哎，就是思想感过来，不是对，那就是真的，对，对，对，就是发，对，对，我想发你，对，你醒了，醒了是吧？哎，这就有，这就有，是不是怎么的？对，我就是我，哎，这就怎么的？我一推你，完就没有了，打我就回去。所以是发一个，发一个，你不会吧？不会，没练练，会这又不会那个，会那又不会那个，又忘了。你出去还是保持你这个。呀，搁这儿你出不了啊！对，出去时候还是保持这个东西。哎，你看，散了。散了，对对，散了。我刚才就还是不散的，他不出去了吗？你这没空隙。你怎么动，他不散，就对了。你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。哎，对对了，你不能换一个东西。哎，没有第二个。像小王说那叫二。二有一，咱们一开始做的是这个，是吧？做的是这个，是吧？对。等着一乱推时就没有了。你会那个了，你出来就是这个东西。你出来，你听，使劲。你关键是，你能往哪？这人就是没认识，谁都坏。嗯，应该谁都坏，谢谢。谁这么厉害？你现在是不是不敢动？真不大大的。哎，那不行，我得这么大大的。哦哟，使劲，使劲。没有，那什么时候开始都有啊？哎，有些就是认识。行，那谁更安静的人，不交运的是吧？所以心不乱，都通。不是这个很难做的啊！你就来，我师傅这里给你发你了。你看这手好了吗？好，还行。也不行，也不好。这就不行，这给我了，这给我一个机会。对，没事吧？我给您了，我给您了。也不还卖，也不怎么，就是不丢礼吗？就是你单手就行。我往哪推？你是吧？往哪推？你这个压住就完了。师傅，你那时候你压住哪？师傅，我这底子地上，对吧？就行就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你给我钱，你该，他逮不着是吧？哎，人是一个认识。对呀，对。我一说呀、啊，就是都骂我，走哪儿都骂我。啊，骂，就是越这样回去。这臭臭的。哎，怎么了？热热热热。我刚才在怎么的给我看的？我是说，哎，那是老老李哥，老李哥。哎，出不来手。这怎么能出手？我这脏手你也出不来，对吧？那边也是，出不出来？你搁这，你老是合着了，是吧？不散乱了啊！哎，你来这，我这没散乱，就已经出去了啊！完，你非得顶着一下，是不是就倒了？啊！你说不丢不顶，你这个老丢，我丢了，不要不来的啊！他轻了，不到轻。对，他那有点儿。还没那边儿，我得说我合适这个，我能发进去。嗯，您来这儿说，你来说我这不要是吧？我这搁这儿我能发，对吧？是吧？啊我能发，我不是发的。师傅，我这能发。啊，是吧？对。你搁这儿老追人家发得了人吗？啊你等会你老着，咱就说这不打，对吧？你老追人有吗？这有没有？有没有现在就在头顶啊，你就搁这儿，你就别使劲，你就搁这儿，我推得了你吗？
啊啊。说我这一推是不是你能发了？对对吗？对，已经找这个东西了。啊啊。